很多人现在就是境外这边要参加团队里面，但是团队里面参加的话，最基本要把目前他们跳的度要会跳，才可以那个进这个团队。对，所以说他们都在认真的学，尤其在外面。现在进一般还进不了，要求的啊。哎呀，基本上会跳，对。就是那个用一般今天直播的时候他在说他本来以前有好多像雨涵他们家是他没去，他读书那些都没时间，很多都是会跳的，都就说他们有两个群，一个大群里面有30多个人，他们自己经常跳的，对，就35、36个应该是。对对，这是新的，这是摇摇新的是新的，要么就放那个，要么放那个吴娟老师的，那个就好听。好像就是刘娟的吧，就是这个。11分钟，你看一下时间，现在是8点，9:21，就刚刚结束。9:21，现在。跳完就9:34了吗？9:32。吴京他们都会跳，这个也都会跳，女孩也会跳。瑶瑶也会跳啊，瑶瑶以前去过几次去啊。这三个小朋友，这两个，怪不怪他们了，这小朋友根本就不会跳，他两个没安心跳就不拍了。天宫那边去的都会跳，下来，两边应该要去体育馆，要么就这边去跳。
Oh,
跑车快，因为人这个场地人太多了。那边青羊宫场地小嘛，它人比较稍微相对少很多，转得更快啊。那个基本上一圈的话，应该半分钟绕不到一圈，这个就场地很大，跳得开一些。11分钟左右，就没有了，刚刚跳完就结束了，十二分钟差不多，11分钟左右，差不多12分钟。Hello， 没有了。让我们躲一下，瑶瑶这个如花似玉的脸啊，哎呀，你看白的发烫。白的发烫什么形容？白的发烫。漂亮吗？对，杨夏是老师。应该学习我。这大宝宝。他们去不去？不去哪个地方跳的？你们要去体育馆吗？等一下体育馆呢？去吗？要专门商量点儿钱去吗？去哪个地方？我问一下他们去不去。来唱吧。哎，这么专哦，搞忘了王清俊的专场。Thank you.
他们去的啊，他们没有说啊，去六寨说的嘛，九寨，走吧，走，没有九人噻，就几个两个，他们说的，行吧，走吧，反正。那个车停在那个地方，哦，我车停罗马的，搞忘了，搞忘的了。我说这儿咋车停这儿的？哦，今天来比较早，7:30就前十就到了，到罗马开了十多分钟。哦，今天中途耽搁了，来到最后10分钟。